相连的世界就像一对双胞胎，我们必须牺牲一个，另一个才能存活。在我这儿也是像你一样这么的固执，这一切是怎么回事？就是暗藏在北极边缘的空中大陆吗？远处那道光束和实验室里看到的光束一样，进去看看。附近看起来像是有人曾经在这里生活过。
是泉水啊，它看起来像是在堆里面的光束里的地方。上的数字应该有某种关联。这里看起来很暗，我需要打开手电筒才行。
看起来有坍塌的危险，得快点找到出去的路才行。 这里看起来像是个秘密通道，反应越来越剧烈了。 来了！他的盔甲似乎能抵御我的子弹。
总算结束了。我想这些黑色的烟雾是由他给操控着，看起来可以安全地下去了。上方的吊车看起来和水中的石板有所关联，我想我应该到上面去看看。
石柱上的锁链看起来可以帮助我过去。前面就是吊车，我想我能到上面去。事情看起来还没定。好了，那座雕像应该就是卡特刚刚在找的宝物。我得把这座雕像带给博士，这里面一定藏有什么秘密。前面的门打开了，我想我可以从那里出去。
后面还藏着一个密室。 发生了什么？这些尸体看起来不像是那些怪物干的。地面的血迹还没有凝固，发生的时间还不算太长。他们是谁？为什么要把这些人吊在这里？不知道威克那边是否还好。